约里面协议内容有六条，第三条写得很清楚，第三条写的是在误差范围内何可胜，他没有强调3%，没有涨到6%，没有涨到1.5%，都没有，这个字是柯文哲签的，他照理讲愿赌服输啊。当然我们60%以上的民众还是希望他能回头了，他能回头看到底怎么样有一个机制来回到侯侯配或者柯侯配两个配在一起，这是全民最大的愿望。如果不行当然就打到底，你放心，国民党早就有储备人才了、台湾人民呢、台湾人民60%希望下架民进党，那下架民进党侯柯配胜算最大。